一名学生自从开始接受化学的实验以后，才深深了解化学趣味好耍的所在，也对化学是愈来愈有兴趣。有学生是表示，未来也将会往这个方向继续学落去。因为那个实验过程，然后你就这个加这个，然后就突然冒出另外的东西来，然后你就做到了你想要做的东西，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。就是让我觉得好像开始就变得很喜欢化学，然后以后想要读跟化学有关的科系。只要一开始进行化学的实验，大家就是专心投入。这次第三高中参加教育部所举办的化学实验比赛，是提名两个第二名以及一个第三名。在全国总共有1236个队伍当中，会当有这么好的成绩，确实是不简单。我们的学生在全国赛表现得非常好，出意料之外啊。还好我们平常都有做很多的这些训练，然后这些学生呢也很认真的付出，所以才能够以这些名校并驾齐驱。有学生是表示，这次会有这么好的表现，也是大家用心练习才换来的好成绩。不过在这两个月的训练过程当中，也让他们感觉是相当的辛苦。真的练习很多次，两个月每天都在那里练习，很累。而且我有段时间对那个很烦，都不太想做了，因为有时候那段时间我做不太出来，因为结果就因为再继续做下去，而且同学有指导我。这几位学生在这次的化学实验比赛当中，那对化学开始产生兴趣，大家嘛在训练的过程当中，是建立彼此之间美好的情谊，嘛成功为学校争取到光荣。记者苏凯采访报道。